我们问一下各位，就是你在做简报的时候，跟做我们的报告有点不一样。简报需不需要一些素材？需不需要一些去背的素材？要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一下各位，请问你喜不喜欢去背？或者有没有学过什么工具可以帮助你去背的？Word 里面有一个，Power 里面有一个，叫做什么？移除背景，对不对？2010后有，你觉得好用吗？哎，有人摇头，其实还算不错啦。但是呢，有没有比较好的去背人的方法？那个工具要去背人就比较困难，对不对？那最近呢，应该说去年，去年呢，在网络上，我部落格上有介绍好几个，就是这个云端服务的我有介绍，为了他有介绍好几篇，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有一个。这个 AI 的云端去背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大陆的同学来，大陆呢不叫做去背，叫做抠图嘛，哎，所以我就特别写一下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征求一位同学上来吗？有没有同学愿意上来的？有没有？欢迎你。那我们的镜头在那，他们有看到。这样可以吗？你们有没有去外面那个玩过那个自己拍大头照的那个？我这一台跟那台是同等级的，好吗？来，请看那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看一下，请问这样你满意吗？不满意，好，那我们再一次。可以哈，来来，看那里哈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没按到，抱歉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感谢你，那这一张我就存起来了。来，我要问一下是，这一张如果你要去背，你如果没有学过类似像 Photoshop 或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处理软体，要用微软的工具有办法吗？你觉得有办法吗？应该会有点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先等我一下哦。嘿嘿。因为赶上来要赶送东西嘛，我要送东西啊，好，来，那我现在把这一张存起来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先收起来，我们找到这个，各位你回去你就直接找这个关键字就好了，remove background image background 哈，那它有两种方式可以上传，一个呢，像我们现在这一种就是什么，照片在自己电脑里面的嘛，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的照片在网络上的。不用下载，给他网址就好，这样了解。好，那我就先找到那一张。好，这样他就开始帮我传上去啦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处理的如何。事实上，因为我们这边无线网络速度比较慢一点但是一般正常的话，大概5秒钟就解决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请问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啊，这样你比 AI 厉害还是他比你厉害？还好我们金门大学应该没有设计系的嘛。我每次分享这个我都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很认真学 Photoshop 的，现在一下就被打败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这样还满意吗？还不太满意，没关系，没有来来来，因为这里有编辑功能，所以我们按下去。好，你看，我们进到这边了。进到这边，其实他我的头发这里都有去掉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没有，我说那个，我说这个，它有变透明的，你发现吗？发丝有变透明的。好，那再来你看一下，如果你不想要去背，没关系，这里有什么？像这样子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自动把背景变模糊，像那个单眼相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也可以怎么样？你看下面，我先。复原一下，好，你看这里，这样我们两个就出去玩了呢。所以你应该知道，下次不要再什么跟人家讲说，我到哪里某某到此一游，man 在家就好了，自己解决，看你要去哪里，请问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？当然可以啊，有没有？简单哦，那当然，如果你有需要单一颜色的。你就用这边单颜色的，比如说我们这样一看，哎，你就知道它到底去背的 O 不 OK。
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，它还有什么？你看上面这个地方有没有橡皮擦跟还原？因为有些时候它会去的不好啊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橡皮擦再涂一涂，或者有些地方你要去多去掉的，你就把它还原回来。这样你觉得简单吗？这样以后还要不要有软体？只要云端服务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边弄好了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那各位下载像这种图片的话，我们一定都是什么格式？哦、no, JPG 肯定不行哦。哎，没错没错，你这个一定会是 PNG。哦，这种格式为什么？因为 PNG 是现在 HTML5 网页新的点阵图的格式，事实上以前就有，可是呢，它现在是变成标准。那最大的不同在什么？这种格式具有透明度，也就是我们刚刚后面你看到这些格子状的，就是透明的。那假设你有阴影，它也会保留下来。还有像比如说头发这边，我们不是有点半透明吗？对不对？发丝嘛，那它也会保留下来，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半透明的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这个是人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问你这样满意了吗？好，你们这样就满意了吗？不满意。不满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去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人家有进步，他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认得了，所以你只要丢上去，他就可以帮你去看看。好，哎，来，那我就问同学一下，你觉得你想要去背什么？我们马上找一下。你看要找人呢，还是找东西的，还是找宠物的，都可以。金门大学。金门大学，你要去哪里？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。好，金门大学，那用这一张吗？这一张可以吗？好，那因为图片是不是在网络上，不用下载。来，你看一下，我在上面按滑鼠右键，哎，你们不觉得我的滑鼠特别大只吗？我考虑到个人感受，所以我用特别大只的。哎，这个功能是 Win10 现在已经内建的哦，不用额外软体哦，你只要更新到1903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。来，我先回到这边来。我们刚刚讲在这边是有一个上传网址的，对不对？给他网址就好，公主不要来、哦、网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丢上去我们就看看他去的效果好不好啦，看他认不认识金门大学。不行，太复杂。好了，那你换一个好不好？来，你要哪一个？用讲的，用讲的。请说。黄金猎犬。拍谁？你离麦克风太远。黄金猎犬。这位同学，哎呦，你这样。黄金猎犬。哇，他真的不想理你。哎，你看我想不想理你？糟糕糟糕，黄金猎犬，我讲的他比较听得懂。好，你要哪一只？你们都几家？面壁的。啊，面壁的，哎呀，这个会不会太难了一点？会吗？我不知道，对 AI 会不会觉得太难了、哦、好，按右键复制图片位置一样，就来这边。好，这个我就拿掉，点进来，贴上去，我们看看他认不认得狗狗，好吧？哎，他应该认得，哎，有没有？狗狗他有认得，可以吗？这样各位有没有信心呢？你不要给他太复杂了，就画面太多东西的，最好单纯一点的效果越好，好、哦、效果越好。那这种生物已经有了，啊，你有没有东西要的？有没有最近想要车子还是？好，有没有最近想要什么？宿舍有缺什么吗？电冰箱、洗衣机。就冰箱好了。哦，冰箱。哎，上课很少看过老师这么偷懒的吗？连打字都懒得打。好，冰箱。好，你要哪一台？这个基本上背景都很单纯啊，这个好像要去背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。我们试看看，
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太复杂了。其实你的东西越单纯，它去背的效果是越好的，所以这个呢，你在手机上也可以用哦，因为这个就是云端服务而已。好，它也有针对手机的画面做一些优化，所以你在手机上用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哎，还不错，有没有？这样可以的哈。好好，谢谢他，谢谢谢谢。但是我要送他东西耶，这里有两个，看他要哪一个。这个是3D 打印的，3D 打印的哈。那这个东西呢？这个比较常见的鱼骨头比较常见，鱼骨头这个不是我做的，这是外面很容易找到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因为这个心可以拆开，有没有？等他找到阿纳达的时候，两个结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变爱心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OK 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